最近天气真的好闷热。今天 AI 主播带大家来到新竹县竹东镇的茂昌草本茶。这里不仅是凉茶的传承者，更是创新者。每一杯茶都是用心为家人准备的好茶。店面设计融合现代与传统元素，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浓厚的客家风情和温馨氛围。秉持着传承、初心及永续的理念，利用先进的中央厨房。 确保每一杯茶都能展现最佳风味。从选茶、煮茶到调配，每一步都精准控制，保证味道的一致性和独特性。这里的每一杯茶，不仅是对品质的坚持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欢迎来茂昌草本茶，感受由内而外的清新，开启属于您的凉茶新篇章。